Hello， 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浩南哥郑浩南，我在这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红红火火，都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直播吧，7月30日讯，西甲电视台官方宣布，英格兰足坛名宿莱因克尔将从下赛季起加入西甲转播团队。莱因克尔将从2021-2022赛季开始加入西甲转播阵容，他与西甲电视台签下了一份多年的协议，将参与该电视台的重要节目，并出席与西甲相关的宣传活动。西甲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莱因克尔加盟的海报，并写道，欢迎莱因克尔从2021-2022赛季起加入西甲电视台大家庭。莱因克尔则说道，我很高兴成为西甲电视台的一员，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，我每个周末都会看这个频道。莱因克尔1986-1989期间在西甲踢球，效力于巴萨，退役后投身媒体工作，自1999以来一直担任 BBC 每日比赛节目的主持人，并参与了多项重要赛事的报道工作。木子，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